在新台湾星光大道，有关于517大游行哦，现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已经规划出了四大路线。这四大路线有旧失业大队、雇主权大队、保台湾大队、护弱势大队哦。这四个大队哦，跟他们今天所播出的最新的 CF 有黄信介跟林益雄讲当年呢这个解除戒严，还有总统直选等等的抗争游行，中间被安怎连结？哎，当然不能够直接把它连结起来，但是我坐在这个广告才子的隔壁哈，我要请教他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是最不费脑筋的广告设计，哦，把以前大家都没有争议都还蛮敬佩的人的古人再把不是古人跟今人，那你要感动得了前主席现在的人才有用，不是把他再做出来，让他做一个广告。我觉得基本上我就看你怎么讲。哦，他讲的那一大堆，我觉得没有用。我觉得如果黄前主席跟林前主席都搬出来，没有问题。他应该怎么讲呢？他应该说，我们都对不起这两位前主席，我们借这一次的机会，集体忏悔，改口换面，洗心革面。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当然，反省是较好。这个分数应该有加分，啊，文家应该有把这个广告加分。我相信人气的人哦，一点较侪啦，对不？哎，要讲完了。要讲完呢，啊，还有你还剩下九秒啊！谁是练习干的？我开始讲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啊！对啊，他刚刚有失误啊！刚才杀进来哦，非常不公道。